台铃全自动，生活更轻松。台铃电动车前大灯使用新型的 LED 元件，和普通灯珠相比，具有亮度高、聚焦能力强、光线射程远、耗用电量低等特点。电动车光感控制电源是台铃专利产品。根据环境光线强弱自动控制开关车灯，节能又方便。当我们把大灯控制键拨到自动档，就会根据外界亮符的变化自动控制大灯及尾灯的开启和熄灭。当外界的光线暗了，大灯以及尾灯就会自动亮起来，外界的光线亮了会自动熄灭。菜篮管径从普通菜篮的 2.6 毫米升级到 4.5 毫米，结实耐用，菜篮上方可轻松坐人。LED 数字显示档位是台铃的专利技术。通过仪表盘上的 LED 显示灯，当前行驶在爬坡档、经济档、超车档，分别用一、二、三表示，行驶状态一目了然了。三动力调速系统是台铃的专利技术。用户可根据不同的路况选择爬坡档、经济档、超车档三个档位，像汽车一样控制行驶速度。台铃64伏美洲豹配备加粗刹车线，和普通刹车线有明显的不同。加粗刹车线增强了制动时的承载能力，安全系数大大提高，有效避免了因断线而发生的意外。铝合金质地耐用，加长后增大了动力臂，这就是台铃全铝加长刹把。这种刹把在普通刹把的基础上加长长度，从而让刹车更轻松，制动能力更强。与市面上普通的载重王前叉相比，台铃64伏美洲豹加粗了9毫米，能承受更大冲击力。在菜篮下方开创性增设了前射灯，晚间行驶时增强前方光线，帮助用户清晰分辨前方路况，保障行驶安全。台铃64伏美洲豹在前轮圈附近配备了高密度增强型防盗锁，这种防盗锁操作简便、耐用又实用，让爱车又多了一重防盗功能。台铃电动车选用的是增强型轮毂配置，其中64伏美洲豹采用直径达90毫米的大轮毂，与普通轮毂比较，增加了制动面积，减少刹车距离，制动更安全。另外，台铃新公主采用110大鼓刹，刹车时刹车块和轮毂的接触面积很大，确保刹车灵敏，骑行安全。率先在简易款车型上采用摩托车级别的轮胎，这种轮胎宽大，抓地牢固，让轮子行驶安全平稳，
另外还选用摩托车级别轮圈，经久耐用。加宽的轮胎和更加深的胎纹是为了更加有效地防止消费者骑行中侧滑，也是为了增加摩擦力，让刹车更加灵敏，并且轮胎更加耐磨，使用寿命更长。台铃电动车的轮毂是铝镁合金的，其他厂家则采用全铝的轮毂。铝镁合金轮毂的强度比原铝合金轮毂要高许多，而且不易开裂。轮毂的造型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五星轮，时尚动感，并且非常符合工程物理学。轮毂电机上的加强筋让轮毂的抗冲击能力提高50%，即使是在高空落下也不会开裂变形。台铃载重王系列产品车架管径从普通车架的38毫米升级至50.8毫米，管壁后从普通的2.0毫米升级至2.5毫米，车架受力强度大大增加，避免车架断裂的情况出现。电动车防盗与电池盒平衡装置是台铃的专利技术。技术增大了电池盒与车体的接触面积，将电池盒牢牢锁定在车架上，纹丝不动，有防盗平衡的双重作用，骑行更平稳。台铃64伏美洲豹率先在载重王产品中配备挡风板，其主要功能是保护双腿免受撞击。出于人性化设计，挡风板还配有便捷置物箱，可轻松存放矿泉水、雨衣等常用物品。宽大舒适的高档坐垫，弹力好不变形，也充分体现了台铃电动车的人性化设计考虑。 V12 电机是继 V8 电机后的第二款台铃 V 系列力矩王电机，是台铃最新科研成果。 V12 电机动力强，速度快，爬坡力度大。可折叠式带靠背椅后货架是台铃的专利技术。这种后货架选用台铃独有的梯形铀钢材料，运用高密度冷轧钢工艺铸造而成，而且比普通货架更宽，强度提高了10倍。任选一个成年人踩住货架一角，用力震动，货架丝毫未损。打开折叠货架后可带人行驶，需要载物时可把靠背装置打下藏在货架中，打开两侧扩展架，货架两侧面积各增加1/2，增强了车子的载重能力。省力双支撑是台铃的专利技术。台铃省力双支撑利用科学分力原理，在车子载满货物需要停车时，可轻松踩下省力双支撑，一个人将调到车子撑起状态。砸不烂前大灯是台铃的特有配置，这种大灯是用高密度贵重材料研制而成，灯面结实，敲击打砸都不烂。小公主踏不烂前面板采用摩托车级 ABS 料，按摩托车面板要求设计，可轻松承受成年人踩踏，真正牢固，踏不烂。
台铃电动车的保险杠选用优质不锈钢加工而成，是25管加粗保险杠，管壁的厚度更是加到1.2毫米，一般只有22管，厚度只有0.6至0.8毫米的壁厚，能够承重300斤不变形。这种摩托车级别保险杠坚固扎实耐用。小公主选配一流的摩托车及真空轮胎，车面更宽大，抓地牢固，行驶安全平稳。小公主配备的是直筒液压前减震，这种减震可充分缓冲冲击力。在制动或路况不平的时候，令车身舒缓回弹，让用户有轿车级的享受。一般来说，电机子钢片材料从低到高分为 S、H 和 SH 级，而台铃采用的是 SH 级。同时，通过增加磁钢高度，增大了磁通量，降低了电流消耗，增大了动力，延长续行里程。F 系列装甲动力可全自动判断电机负荷状态，并进行调节电机输出扭力，具有轻松载重爬坡，负重能力超强，续行里程超长，省电能力更出众等特点。升级版小公主配备冷发泡沫坐垫，该坐垫选用冷发泡沫，采用整面皮包制，不易变形，外形美观。底板则采用 ABS 原生料，韧性好，不易折断。全自动安座开启是台铃全自动特有的一项专利技术。在没有光线的夜晚或者没有灯的车库，打开电动车安座，取出座筒内的物品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而台铃电动车配备全自动安座开启系统和全自动座筒照明系统这贴心功能，解决您的尴尬。您只需要轻按遥控器，坐垫就自动弹起，不需要您再摸索座筒的钥匙孔。安座开启后，座筒照明便自动开启，方便您取物品。小公主便捷省力，主支架利用力臂原理，采用科学分力方式，轻松打起主支撑。针对有些地方偷盗电动车较多的现象，台铃设计了电机防盗锁这一防盗配置。当用户离开车子时，将电机锁上，车轮被死死卡住，不能转动，有效防止被盗。台铃全自动的专利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就属于这个全自动数字感应防盗系统，是目前我们公司推出全自动电动国车中最高档的技术。什么叫遥感呢？就是只要您离开电动车一定距离，不需要任何操作，车子就会自动进入防盗状态，能够锁死电机、报警鸣叫、电机震动等。如果您接近电动车一定距离时，车子会自动的解除防盗状态，整个过程不需要你任何操作，全部是自动完成。